早上啊，欢迎收看今天是八月二日台企大灾区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民进党的立委林基进传出涉嫌诈领助理费，昨昏伊的国会办公室、台南永康服务处拢互检调，带人去敲，嘛约谈十九个人，尾啊有五个人交保。今日透早五点过，林基进嘛以一百万交保，也那伊姓黄办公室的资金是洪新清积压金建。这位穿白相素的查甫人，是民进党立委林义景的小弟林玉忠。二日暗时出现伫咧台南地检署，林义景涉嫌诈领助理费案件，台南地检署伫搜查了，带回十九个人约谈，包括林玉忠等人有被告跟证人伯伯签回，另外有五位被告分别裁定三万到十万的金额交保。因那今仔透早五点过，林义景以一百万交保。姓黄的主任因为涉嫌重大，有串警灭证逃亡之虞，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马团工被搜查，跟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内斗有关系，因为林义景跟想要参选的立委林俊贤，拢是赖清德的子弟兵。伊若已经公开表态，讲要参选的立委陈廷辉，和这边内斗事件也牵拖着。我没那么厉害啦，开中常委比较重要。这马大家拢特别注意林义景的案件，民进党二月下昼开中常会，参加的人讲赖清德在咧会中提醒大家，个人的纪律跟私生活爱家己控制有责任。发言人黄金光，民进党一贯立场就是查到底未冤枉。赖清德主席也已经公开的来谈论过，民进党的态度就是不论党派，不论何人，只要涉及非法，就检调就应该查办，勿枉勿纵。林义景做过六届议员，即马是连任第二届立委，政治资历真丰富。伊 FB 还过总统大选时阵，台南六席立委甲赖清德做联系的影片，伊发声明讲，无论是因为甚物原因接受调查，拢会配合查清楚案情，和司法证明伊的清白。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咱来关心台铁德鲁古列车三天前伫铁机路去弄着火车，造成严重排尾事故，嘛造成四十九个人死亡，两百多人受伤。台铁透过台铁高雄，先赔每一个罹难者1570万，阁向施工的外包厂商李义雄等人讨赔偿。花莲地方法院伫昨昏一审宣判，李义雄要负起六成的责任。爱赔2326万6692元，也代替爱付起四成过失的责任。本院审酌整个事故发生之流程，那认为说本案原告台铁公司亦未善尽其巡查义务，且其员工傅荣任乙姓被告于停工期间至现场施工，那综合一件情况，认为乙姓被告就本案的部分等人就本案部分应连带负60%之损害赔偿责任。就原告部分，则应负担40%之余有过失责任。花莲地方法院是认定包商李义雄违反规定，在该停工的期间无停工继续施工，而且嘛发现讲车骸器煞拢无处理，到事故发生之前嘛拢无通报。法官是认定讲李义雄等人要负起六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也若代替因为无做好检查的工课，嘛要负起四成过失的责任，啊那双方拢会当上诉。台铁公司花了无到一年，台铁三甲工会即马是指控讲，因的当属总经理两个人的薪水，到伫今年一月份的时就已经调悬四成，等于是加5万多块。因那台铁是表示，当属长含总经理的薪水拢是含国营事业做伙调整的。严格工会批评讲，台铁应该大声爱做的是去照顾员工才对，爱替员工加薪水。台铁公司花旗站争取加薪改善加薪待遇，即马煞逼出高站先加薪。台铁三业工会指控，当时六家总经理两个人薪水为今年一月起调做191380元，甲过去台铁旧时期比，薪水起56680元。调薪幅度达到40%，引起外界质疑。代替公司化上路还未一年，还未看到改革成果，英文即号就赶来替高站调薪。
我们的这个国营事业的这个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这个薪资部分都是全国都是一致的。禁用的从业人员的这个薪资呢，我们已经报奉这个行政院尚未核定下来。不过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说是明年调薪3%的部分，当然会跟着调薪。代替开始，当作总经理的薪水对个人事业调整全国一致，针对禁用中央金管薪水调整，也已经报行政院目前阿未核定，一旦满意，军工高调薪3%，全部员工也会地雷调薪。也不过这款的讲法，产业工会无认同，批评代替是肥鸟过人。那比较个人事业标准目前代替基层金管薪水，甲公务邮政来比，落差达到10,000，爱优先调薪。我们没有想到国营事业的肥猫、哦、居然会这么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从董事长到员工，我们都一起一致、哦、不要用这种方式敷衍社会大众、哦、说我们只是依照规定。如果真的要依照规定，那就尽快来调整我们全台铁员工所有的薪水，让大家心服口服。针对台铁领着出错欠人，黄金就说行政人员中的电机干部类有外国人出错，每年规划禁用700名行政员工。产业工会无乐观，点出基层夜班津贴每班120块，车长比肩津贴每点钟88块，临规作业人员危险津贴只有每点钟40块。这款的福利待遇恐惊让第一线员工心凉，无法度垫付，要求交通部冻结调薪案，务实推动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在关心树林地方法院的法官蔡明宏，宏指控几多年前对查某法官和女书记官有性骚扰、乱摸乱搜的行为。这个案件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合议庭即马认为，伊做一个法官无守法，佮辩解讲是对方家务乱，昨昏是依照强制威胁罪等罪嫌，一审改判2年2个月的有期徒刑。蔡明宏宏指控讲会甲人揽，会甲人斟，这个判刑的理由是讲，伊捌做行政庭长这个职务，却因为个人的欲望，利用职务权利来犯案，并无尊重被害人的性自主权。不过蔡明宏伊毛发出声明来驳回，伊讲伊不服这个判决的结果，伊认为法院拢无去考虑对伊有利的证据，判决是无公平的判决。伊嘛强调伊家己是清白的，所以伊讲伊一定会上诉。在咱来关心天气，即马伫关岛北北西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今仔日翻点过半暝啊两点的时，已经发展做今年第10号的风台珊珊。目前伫关岛西北边的海面上往北北西刷叮当，对咱台湾看起来是无直接的影响。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咱的天气是赶快是过到了后，爱说是西北风熬古雷准吼。而且可能有局部大雨。这两天，咱台湾各地含外岛、澎湖、金门、马祖的天气，拢是好天到晴分的天气，高温是33度至36度。伫户外是爱做好杂志，嘛爱加啉水。伫中岛左右、台北、新北、苗栗、台东，拢是高温感冒式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另外，伫屏东是会到黄色的高温灯号。之前咱是受这个。西南风还有低压带影响，但现在低压带已经脱离台湾，所以对现在到拜五都是高温烧热的天气。气象署也特别表示，过头了后，咱台湾各地都要小心西北风。烧热无痕的天气，不少民众是哪抓雨伞，哪避日头。台北地区已经连续3天出现36度的高温，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避免着山甲热伤害。气象署表示，目前台湾暂时脱离低压带影响，对21、23会恢复高温烧热的天气。落雨的部分，拜三甲拜五，台北地区、离岛地区甲各地山区要注意过道了后，有可能会有雷公雨，而且雨嘛会较粗。拜六礼拜水气增。加后礼拜，阁会受到低压带影响，雨水变高。明天跟后天，在山区北部、宜兰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些午后雷阵雨出现的状况。同样，当中还是会伴随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24、25号水汽稍微有些增加了，整个午后雷雨的区域变得比较广泛一点。那到了下个礼拜，台湾这边又会处于一个比较偏向低压、水汽比较多的环境。另外，气象署嘛表示，拜三透早伫台湾东南滨海面上有新的低气压形成，今年第10号风台，目前看起来会行向日本，未影响台湾。不过，提醒要去日本佚佗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阿酸、谢桂林台北报道。
也那是有开闭红太影响，即马鸭卵的产量有减少。鸭卵是对原本一斤48起到一斤50啊。中秋要到啊，真侪饼店已经开始接订单。严格业者就表示，今年要做卵人数原料是真贵，因为起真侪，亲像鸭卵、麦蛋，也个个米粉都起两成左右。作业人员无闲将一粒一粒的卵磷酥交伫咧后一个人的手头，实在真无闲。果啊，业者表示，即摆中秋节因已经出300,000粒的订单，但是因为最近原料大起，鸭卵、麦蛋、米粉拢起两成左右，互因的成本大大增加。鸭卵加奶油拢起两成哇，真的很吃不消，因为很想涨价，但是没办法，就是想说先维持，但是到底能撑多久，我们就会看后续，因为后续其他的原物料还是一直在涨。鸡鸭师傅把鸡卵磷抹在卵磷酥顶端，刷下来把卵磷酥塞入去烘炉，变成一粒香滚滚的卵磷酥，就是这粒流汤的鸭卵磷，对原本一斤48块起到50块。屏东卵商工会表示，这个鸭卵起价主要原因是因为饲料场的原料改变，鸭仔食袂惯势，加上开闭风台透风，饮水真侪鸭仔着车惊，产量才会大减。今麦这个风台都煞一个哦。天家袂生啦，饮水袂生啦，安尼啊，啊，就是讲会调整，一个小块调整一下，就是讲要甲这个产量甲稳定起来。啊，你若讲予伊产量一直欠回，钱无，啊，就了了出去淘汰出去，啊，迄两就变无够。屏东卵商工会表示，台湾鸭仔数量本来就无多，刚刚200,000只，即摆拄到风台，中秋节产量大减，因才会来起价。未来若是鸭卵市场稳定，因就会把鸭卵的价钱调转来。记者戴阿酸、谢桂林台北报道。今日台南白河是咱全台湾连季连后上大产地，今年拢总是种200公顷，也毋过产量却是减一半。主要原因是因为受到高温的影响，加上今年芳来浪花无够，后来呢，阁有风台扫过来，造成三季提早一个月结束。白河公所就表示讲，加在是有累积风台了后的天灾救助，加减会当摊一寡损失。几大片的田，连花冠和风吹到东倒西歪，花木嘛，予日前的大水雨压甲生袂出来，甚至拢臭花打起。本正个月种落去，生长四个半月的莲花好通采收，毋过受到气候影响，台南白河莲子产季煞提早一个月结束，整体产量减五成。授粉的不完全下哈，在一个产量上，我一个莲蓬正常是20几粒啊。他没有授粉的话，就是说上加差不多10几粒呢。今年的部分是种200公顷，是比去年较侪，去年超104公顷左右呢。啊，不过今年减少，第一就是讲因为人工啦吼，所以讲莲子蔓的部分较少。啊，第二就是讲这个莲藕粉收成部分受到这凯米台风的影响，所以讲整个产量是大幅度的降低啊。农民讲，莲花上适合伫28至34度生长，雨水嘛袂当一捆啊落伤济。这项产业唔呐受到气候牵连，加上莲子要背壳起木起心，拢爱靠人工，技术成本高，佮歹请工。农民认为根本就袂好。有农民偷偷咧做转型，用莲子咧推广神农教育的活动，予人哪体验哪学习。这个莲子要去做一个咱的主要的收入，根本都无法度维持一个家呢。几冬咱嘛一直伫推广，怎啊变互人入来哦？啊，互人去体验讲这个白莲子的过程哦，啊，佮互人去了解咱台湾的莲子含进口莲子，因为咱台湾的莲子哦，伫市面上可能占无到5%哦，大部分拢是进口莲子嘛。哦，啊，这个物件伊的差别伫倒位？三两少今年莲子介绍相对有较起，即阵一台斤400块起跳。即摆开闭风台造成的损伤，当地区采全品项救助方式办理，其中莲子一公顷补助41,000，对农民来讲至少寡补贴降低负担。记者熊台南采访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新北市政府宣布完成核二厂涉外大地场水土保持计划协议，台电按算伫明年初要开始动工，所以伫2026年就会刷出核二厂反应炉内底的核燃料棒，2027年会当全部放入去大地场内底。来看自由时报。在美国的教授陈时芬控告，目前是停职的新竹市长郭鸿安诬告
台北地方法院昨昏认定高宏安有罪，判伊十个月有期徒刑。判决内底是指出，讲高宏安的博士论文确实有用抄的，却因为要选新竹市长，来提出告诉是有诬告直接的故意，所以改判有罪。来看联合报，中央银行宣布讲，要要求国营也阁有信用合作社九月初六进前，要研究提出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第四季，为期一年自主管理不动产贷款具体量化的改善方案。这个方案嘛，予人予银行公司在房贷要降温的计划，等于是中央银行要出手啊。来关心第八届的凯达格兰论坛昨昏举行，这嘛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场区域安全的论坛，讨论印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总统在致辞的时候有讲到，中国即马伫军事、经济和所谓这领域的发展，拢在破坏区域的稳定，呼吁民主国家爱团结。第八届凯达格兰论坛自一开始聚焦印太地区和平和安全，也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第一场区域安全论坛，邀请十一国的政协、国会机关和学者专家参加。赖总统致辞时阵指出，中国在军事、经济和社会领域威胁和扩张，破坏区域稳定，呼吁民族国家爱团结，发挥协作力。China's growing authoritarianism.Will not stop with Taiwan. Nor is Taiwan the only target of China's economic pressures. China intends to change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is why democratic countries must come together and take concrete action. Only by working together can we inhibit the expansion of authoritarianism.罗总统特别点出，台湾今年顶半年对中贸易占比大大降低到三成一，是二十年来降低新低。不过，也佫表示，致力推动和平四大指标行动方案，维护台海现状，佮伫对等尊严前提之下，关系佮中国交流合作。台海局势令国日本也正关注。台湾海峡的平和和安定的重要性，世界の国々の共通認識に。なりつつある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特に台湾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る隣人である日本が率先して国際社会に向けた発信を続け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す。力または威圧によるあらゆ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の試みに対し断固反対することを表明します。日本前首相雅典加严，即摆代表上大在野党立民党，继九二来台发表演讲，邀请台湾参加 WHO 加 CPTPP， 佮强调台海和平对全球是正重要，坚决反对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任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你若为着要争取开放中国观光客组团去金门旅游佚佗，国民党的立委陈菊珍昨昏就含金门县的议长洪文典去中国北京拜访。陈菊珍是表示讲，希望伫十月初一中国休长假进前，中国的观光客会当去金门游览观光，嘛希望两岸会当赶紧恢复观光交流。为着争取开放中国团客到金门旅游，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是陪金门县议长洪文典带领的访问团，这一出发要去北京四天三夜。今天晚上到北京，明天预计就是跟国台办会面哦。那当然是主要就是讨论陆客开放到金门。团客跟自由行就是观光旅游的这个事宜。访团的成员佮包括九个金门县议员、台湾含金门的旅行业者等等二十个人。暗上拜是拜会中国各代办主任宋德，陈玉珍讲会当面向宋德来争取第十月初一中国放长假进程，中国团客会当到访金门，而且进一步探讨开放两岸观光的代志。民进党立委嘛乐观其成。陆客到台湾的那自由行，或者说团客要来，那其实这个部分早都已经准备好了。陈玉珍委员要到北京去，这个是好事一件，那去其实应该把老公痛骂一顿，说不要在那边阻挠了。刘委会主委柯水晶接受专访，讲到金团的时阵讲，两岸观光的障碍嘛是伫中国那边，因为中国文旅部阿要甲台湾列入开放团体名单内，嘛禁止个人来台湾旅游，对比中国无限制个人自由行，嘛让六月初一进前的旅游团出团，统计到七月底已经有133万人次去中国。
中共的这个旅游它不是市场导向的，它是由政府要核发这个签证给你，所以它有很多政治考量，它向来都把这个观光作为它外交的利器。那尤其是当你台湾业者开始依赖中国观光客，中国大陆更是会把它武器化。柯水晶讲，两方若拢无往来，较会造成误解和误判，希望会当有健康有序的交流。但是最近中国是发布当地大都22条意见，说大都万批分子专栏在机动，增加去中国的风险，提醒要去的人要好好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哈冲突最新的消息，这是黎巴嫩真主党之一是向以色列占领的高兰高地发射超过50粒火箭弹，部分的火箭弹还有打到私人的家厝，目前是还没传出重大伤亡。也以色列动工也有去轰炸南部的城市汉尤尼斯和中部的城市迪尔巴拉，最没有造成17人死亡。黎巴嫩射超过50粒火箭弹，对以色列占领区戈兰高地进行攻击。官方现场的救护人员讲，有一栋厝倒毁。למרבה הנס, ללא נפגעים קשים, במקום נמצא גבר כבן 30, במצב בינוני, בהכרה מלאה, מתהלך עם רסיסים בפה לגופו. כמו כן, מספר נפגעי חרדה שטופלו במקום.支持哈马斯的真主党讲，这边攻击是为保护以色列28日对黎巴嫩的攻击，希望真造成1死19伤。虽然双方常常发生这种小规模的战斗，但过最近是愈来愈严重。就伫以色列攻击边境差不多80公里的真主党军火库了，真主党向以色列射超过200粒炸弹。日夜，以色列坦克车、无人机攻击加沙南部的城市汉尤尼斯，甲中部的城市迪尔巴拉，并一直在修尸体。民众讲，唔知倒位才是安全的。这款攻击是发生伫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离开中东了，也表示布林肯告别来者要调停的任务依然真困难。也伫咧中调解的埃及甲美联社讲，哈马斯未同意最近一边所提出的方案，其中一个原因是因对以色列军队是不是真正会撤出加沙，并且结束战争真怀疑。也拉美国白宫讲，总统拜登伫咧礼仪有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过电话。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民主党在芝加哥举办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天的时是正式提名何锦丽和华珠参选正副总统。也落任了后，人气也是真强的前总统奥巴马，当天也有来助攻。经过各州的党代表签名表决，何锦丽和华珠是正式得到民主党的提名，配作一组去选正副总统。当地密尔瓦基拜票的何锦丽也完全连线表达感谢。This is a people-powered campaign, and together we will chart a new way forward. 民主党内上任期的前总统奥巴马阿伯嘛，登来到芝加哥的主场，替何华佩大力背书助攻，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嘛推崇何锦丽。是传承因妈妈的正义和责任感，投身司法，替人民争取更加好的薪资、更加少的处方药啊和教育机会。另外，批评川普嘛，完全无得客气。The same old con, doubling down on ugly, misogynistic, racist lies as a substitute for real ideas and solutions. His limited, narrow view of the world.Made him feel threatened by the existence of two hard-working, highly educated, successful people who happen to be black. Who's going to tell him that the job he's currently seeking might just be one of those black jobs? 到来就台的奥巴马是笑伊家己讲，对迪米雪后边发言，真正是家己找家己麻烦。但随着发挥真好的演说的功力，先学到伊的古副手就是现任的总统 Joe Biden， 捍卫民主的爱国情操，全场拢真激动，大声喊多谢 Joe。所以来强调，火炬已经传承，贺锦丽才是领导国家的第一人选。And we can't eradicate every cruelty and injustice in the world, but America can be and must be a force for good.We do not need 4 more years of bluster and bumbling and chaos. We have seen that movie before, and we all know that the sequel is usually worse.上届的做讲员一个接一个，甲气神要甲观点，所以咱两天的全大会，华子和贺锦丽会伫个当地时间21和22一前一后出现，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公司新闻徐慧中编译。
来关心澳洲红孩子出生率，出生率每年都在下降，尤其是大城市更加严重。专家就表示说，有可能和当地生活成本的增加有关系，所以少年红帽不敢生孩子。现在在纽西兰到今年六月份，已经有超过130,000人离开这个所在，有1/3的人要是选择去澳洲生活，去澳洲找薪水更加高的头路。结婚两年，拉德尔法和罗塞诺真爱好物件，就伫二年前，因开家己的面包店，生囡仔也伫因的计划之内。Maybe 2 or 3. Yeah, if mom's watching this, she'll definitely love to have some grandkids. 虽然因安尼想，不过经济上煞无稳准，因为饲囡仔成本伤过悬。会安尼想的红某伫澳洲未少。根据澳洲的调查，加自2021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了后的出事人数比起来。2023年新生儿减少将近26,000人，降的幅度高达4.6%。这个自2019年比起来，雪梨、墨尔本、布里斯本和珀斯这大都市的出生率尤其是降低。专家讲，这个生活成本提悬有真大关系。People who are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families, you know, the mortgage and the rent's kind of the first thing. If they're struggling to pay those, having a first child or additional children becomes a really tough financial.Proposition for them. 澳洲隔壁国家纽西兰在世界上上适合大家工作国家地区排名是前头前，不过这几年来因为失业率提悬，少年人买不起厝，加经济成长缓慢的情形之下，到今年六月为止，已经超过130,000人离开纽西兰，其中1/3的人去澳洲，找找更加高薪水工作机会。虽然纽西兰目前靠增加和用行经济。对住房加税处的另外需求，可能让通膨更加严重。即马离境人数创纪录，纽西兰政府也为原本对通膨的烦恼，转向人才流失的问题。公司新闻，新竹北平叶。今仔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科技业的大好佳人，洪恭喜英国比尔盖茨的任期拜一的时，一只豪华游船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全失踪，船顶有20个人，尾啊有15个人被救起来，有知影一个人死亡，还有6个人失踪，内底嘛包含任期和伊的查某囝。伊人上新的消息是表示讲，在船身残骸附近，即马有发现5个遗体，虽讲意大利的媒体。政府不愿意证实公司这身份，也不过媒体拢讲林奇和伊的查某囝拢已经罹难。来看伊拉克当地举办世界排历法当中上大的活动之一——40日节。20日时，一台载51个人去参加活动的巴士，那亲像是车东啊海去发生出车祸，这嘛造成车顶上无28人死亡，23个人受伤。来看日本东京，伫昨昏是熊熊下大雨。日本的气象厅发布破纪录短时间内大水雨的情报。东京都港区附近1点钟内落100毫米的大水雨，新宿的车头、天棚嘛漏水，受大雨影响，东京羽田机场飞行机暂停起飞 ，JR 山手线、东海道的新干线嘛拢有停驶。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伊托米基这款毒品的问题有偌严重。公司记者有访问到一个捌食过这款毒品的少年家，伊讲伊食无几岁就调的，食到调的了后，煞会去攻击厝内底的人。进前行政院已经公告这款毒品是第三级的毒品管制，警方嘛头一届去抓到肇事案。眼神够手势，警方展开突袭。为出来超出电子分组机现场压榨靠大量分段成品，也不过内容被放假了，差不多是俗称算是毒品的伊托米子这类的毒分段，不然对心身健康危害大，甚至在青少年就流传。我吸第一口我就知道我离不开了，因为它那个感觉就像是你喝酒醉，喝得很醉很醉，但是你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真的已经吸到我想戒，但是我戒不掉的那种状态。我做出什么伤害我家人的事情，我都完全不记得。亲自讲过去是最熟的经验。这名少年故意接触到伊托米子混蛋，那家己有用也替人买，初体验数几嘴都已经掉掉啊。只是伫食掉了后，佫较无自觉对家庭出现攻击行为，所以才决心要戒掉。
伊托米子在国内泛滥，甚至还引起重大社会事件，造成死伤。杜新辉今年六月决议立作毒品管制，拖到八月初五，行政院总算公布正式立管伊托米子作为第三级毒品，警方查缉也有所进展。共查获六名犯嫌到案哦，并且查扣伊托米子的一个粉末1314公克，可再制成哦15000颗的一个哦烟弹哦，那估计市值超过新台币3000万元哦。到底修法过一天，随着着三名嫌犯为东南亚走私原料来台加工来卖，也是警方第一件以毒品条例移送案件。只是贩毒集团无论修法前后，不法行为拢无停，犯罪模式除了自创品牌，用广告宣传事业版图搁较到海外。嫌犯吼，他制作相当精良的这个啊有，他自认有品牌的，那现场还有甚至哦，还有这个他自己制作商标的一个商标机都在。伊托米子虽然已经管制，但过地板路上也是有不少证书。换面膜包装伫咧卖，安怎有效阻止未过泛滥，又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咱一档诈骗案件超过27000件，啊，那大部分的受害者拢是老大人较侪。内政部伫昨昏就找宗教团体合作，希望大家做伙来宣传反诈骗。各宗教团体代表伫台顶签名，展现打击诈骗的决心。政府咧防治诈骗，即马宗教团体也来斗三工，借宗教的力量，尤其针对时代宣传防诈骗的意识。那我们透过很多的媒体或者是一些网络的这个宣导，那还有一大块哈是不容易接触的，就是长者。国人哈对宗教界，尤其是一些法师或者是灵。这个宗教领袖是非常的幸福。行政院打诈办公室表示，透过宗教界的领袖宣导防诈骗意识，时代嘛较听会落，通达成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减少损害三大目标。各地警察局的同仁会在跟各地的这个宗教团体利用他们的一个宗教的集会活动，不管是在教堂或者是寺庙里面呢，有时间就会帮忙宣导跟宣传。其实我们第一波呢，在宣导所谓的165反诈骗的这样子的一个专线电话的时候，已经有达到效果。但是呢，现在要更进入深一层，就是告诉这些阿公阿嬷或是信徒信众，千万不要收到任何来路不明的讯息的时候呢，就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内政部表示，政府人力有限，需要靠民间团体斗阵宣传。内政部长刘世宏讲，根据统计，过去当年有超过27000件诈骗案件，真侪受害者是政府较好接触宣导的族群。即阵透过宗教团体，政府就通甲防诈骗的资讯传到每一家市，让更加侪人通知影。记者阮林玉凯台北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伊伫面册顶头批评警方，指控台北市刑事大队有两个穿便衣的警察摕搜索票去因兜要办案，也毋过伊妈妈怀疑这两个是诈骗集团，遂甲砸伫门卡口，无爱让伊入去。想袂到，伊讲伊妈妈遂予这警方压制，遂批评警察袂输鲁莽共款。也毋过警方有回应讲，警察伫第一时间有提出证件，嘛已经确认这个负责人的身份，无认唔着人的问题。危险时期，魏明言看到地保的护林人拼命挡在门口，无要让另外两个查甫人入来。代志发生在高雄左营，这护林人讲，伊看到回来拄到两个便衣警察提出搜索票甲证件，讲是嫌早起要进门搜查。啊，不过护林人感觉是诈骗集团想要掠人卡油，冲突就安尼发生。抵住我的胸口，一直把我往内推，那抵抗他就一直高喊着。我要告你袭警，我心里面就想说，为什么我讲到管区的人要过来，你一直不愿意，你一定是诈骗集团。现在护理人表示，两个便衣警察将压制在涂骹，连喘气声看拢会听。虽然因理解警察办案，但过即马诈骗抢功加上第时间，便衣警察够古早单合会警察到场，当然感觉是诈骗集团。这是台北市现代下区到高雄诈案。当事人家属拨打110报案称，疑似有陌生人假冒警察。本分局新庄派出所立即派员到场，并请北市员警再次出示服务证，确认身份且查证有通报越区办案等程序，当场已向当事人说明。
董树人后生也在碧康公社发文质疑警察行为跟流氓同款，最后遭患者发现是诈欺犯用跟厝内底同款的 IP 位置，规定也完全无回失的。台北市刑大表示，执行期间关键有提出证件甲相关文书，不过涉案负责人当场情绪激动，拒绝无配合刑分查证，告组织关键执行。陈女58连刺，当场情绪激动，拒不配合身份查证，并阻扰远景执行。执行远景啊，未排除啊自身啊及受执行人危害，及搜索执行顺遂，及当场予以制止。台北市刑大强调，原警依法执行公务，搁较正规涉案负责人身份个徛记，甲搜索票有共款，而且无发生网络大本所讲的警察连着人这代志。后续详细状况，爱国单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伫昨昏举行，现场有邀请真侪 AI 机器人的厂商来参加展览。主播毛洪声讲，飞碟的执行长黄金芬买高飞，严格伊是无出现。经济部长郭智辉有讲，因为 AI 的商机，咱国内后半年的景气真乐观。由工研院开发的高基金方针对双手协助机器人利用 AI 演算法自动生成高效率组装程序，协助国内手工具产业提高竞争力。那所以基本上手臂的成本不会在制造的场域上增加太多，那但是我们可以取代掉人工组装的成本，所以我们可以把效率提升到50%，至少50%以上。设备电商这行业已经乱用大量人力来整理提货物。那导致新一代机器人除了比传统的方案成本大大升50%，又可以大大提升吞吐量和储存量。在相同的拣货的状态下，我的放的东西会更多，效率会提升至少有4倍以上。AI 机器人的应用在各行各业是愈来愈多。国内今年第二季制造业产值新台币达到4.8073亿，甲顶年同季比起来增加14%，连续两季正成长。七月外销订单也连5行，上起500亿。消费 AI 相机，经济部长郭智辉乐观五个下半年的态势。现在的外销订单看起来到目前为止的记录是不错了哈。那下半年我们再看呢，这个景气还会持续，所以我们是审慎乐观。郭智辉表示，经济部继续推动中小微企业 AI 化加低碳化，增加效率、降低成本，来符合未来世界潮流。佮透露下晡会佮 AMD 超微半导体团队来见面。对外传 AMD 未来研发中心可能伫高雄或者是其他所在，伊回应目前也无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农业技术伫世界是一流一流，咱政府逐年拢有推出青年农民大赛计划，要甲遮青年农民送去新南向的国家做农业交流。亲像今年就有选出24个伫无同领域的农业人才，因伫后礼拜就要出发，要去泰国和马来西亚交流农业技术，嘛做农业外交。那这款是针对在这几年不能外销的情况之下，我们开始转做，包括凤梨、百香果跟台东特色红乌龙下去做的饮品研发。台湾农业发达，农产品除了会当食，阁会当加工出饮料、肉酥、鱼干等等，提升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台湾的农业好滋味来自坐坐做事的农民。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即马有24个农业青年大赛，后礼拜就会到泰国、马来西亚做农业技术交流。借由这次的商访活动，建立起友谊的桥梁。回国后，不管是未来更深入的经贸往来，又或者是跨国的创业投资，都可以使我们两国在农业的未来这条路上可以走得更长更远。农业部加外交部自2017年开始合作农业青年大赛新南向计划。当年定选出到的青年农民到东南亚国家交流农业，到今年为止已经有114个农业青年去过印尼、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和泰国6个国家。步步都是外交部，人人都是外交官。那么外交可以为各部会来创造新的机会，而台湾各个领域的人才也可以为国家的外交提出贡献，所以各位，你们不但肩负了农业的使命，你们也是肩负了外交官的使命。
农业青年大社团的组成真多元，有来自全国大专院校，拢任期目相关科系的学生，也有入选过八大青龙的社会人士等等。希望透过这挂台湾的农业人才，参这些新南向国家建立产业、教育等等领域的交流，达成农业外交的进步。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但是农业技术真的是很厉害，亲像英国要防治番麦叶病虫害，都要靠人工去放假生蜂，要不然这样做很高工，再加上因为欠工，农民的负担是很大。现在农业部的花莲区农改场就和学者合作，研发出透过无人机 GPS 定位，把假生蜂球每10公尺等一粒，这样只需要5分钟至10分钟就可以帮助番麦来提升产量，减少病虫害。无人机飞在番麦田顶边，每隔十公尺投放一粒赤杆两茎细蜂球，内底有蜂片，球表面有镭射切割出来幼幼的蜂，防止雨水到遐进入，阁会当让体型真细的赤杆两蜂孵出来了后顺利飞出，以生物防治方式抑制害虫，番麦田孵化。每公顷5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投放，那相较于传统手钉蜂片，我们以无人机投放蜂球的作业可以提升6到10倍这样子的效率。农业欠工，农业过爱在10年半，学者思考要安怎让生物防治方式更会当做，过去农民要在田底放赤杆两蜂，都要用人工将蜂片一片一片钉在叶的背面。研发学者表示，后来为扭蛋机得到灵感，带小朋友去游乐园，看到扭蛋机在那边转转转，这扭蛋它这样转转就下来，那这扭蛋好像又可以用丢的，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构想。那我们把这个蓝图构出来，透过华联农改场研发技术，蜂球会当大量的制作，佮以无人机进行 GPS 定位导航，发现番麦产量增加，农药减少使用。另外，盐水区农会也合作运用的高粱，海棠危害率明显降低。蜂球投放它本身不是农药，所以它不会有吸入性的一些危害在我们的农药本身，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安全性也顾到了。相关技术已经基转民间公司制作返修，要不过一公顷要2000至3000，对农民来讲又还较贵。农改场表示，投放面积扩大，可能也够有调降的空间，也是小范围用人工投放，有计将来会当用在番麦、高粱、甘蔗等作物上。记者综合报道。在台东又发现保育类的台湾乌熊，这只乌熊钓在陷阱，是钓在避南乡的东兴村。拜节时，公所的巡护人员发现了后，就赶紧通报林保署的台东分署，毛出动30多人去抢救，也过尾啊救不回来，应该是天气伤热，钓在陷阱，尾啊热死。另一早起，林保署台东分署各派10多名工作人员去避南乡东兴村山区进行搜索，看敢抑有其他乌熊的踪迹。各驾驶监视器，因为二十伫这山区的产业道路遍布，向公所的生态栖地巡护员发现一只80公斤成年母的乌熊，护士啊脱掉的，透过台湾乌熊通报平台通报救援，不过后来可能是受困受苦不幸死亡。那分署呢，即会同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前往现场救援，但是因为黑熊疑似热衰竭失去了生命迹象。这只母的乌熊已经后送农业部兽医研究所进行解剖了解死因。也不过当地罗凯苏部落族人讲，过去山区都有乌熊出列传闻，即马确定有乌熊。过吉里社区伫山吉里只有2-3公里，实在让人烦恼。乌熊一无小离就会走入来社区。离村子很近吗？离村子也不算说很远啦，也不算说很近。所以你们会担心啦齁？对。现在最近也很频繁的发现黑熊的踪迹，那其实部落最近会做一个宣导。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最近几年乌熊都来愈挖近平地部落，也更加向台东县南平出入，爱更加强山区、社区的巡守苦干，佮移除不明来源的垃圾，也佮一处好友品种发现受困的台湾乌熊，爱踊跃通报，提悬救援成功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300年历史的台中宏观主祭宫，因为做石甲三川殿的石雕龙条，佫又拆过，也毋过是引起外界批评，讲安尼显示破坏古文物。因为引起批评，所以庙方就宣布要暂停油拆，会先进行修复工程。台中市的文主处就表示，因为主祭宫毋是文化资产，所以持负尊重庙方的处理。
台中宏源朱泽宫已经有300年历史，庙埕头前这对石头刻的龙条，因为11月要做石，8月决定要甲渐渐风化，有106冬历史的龙条搁拆过，煞引起文化界批评。日一庙方宣布暂停油漆工程，会改予台师大学者陈义康组专业团队负责清理修复。当初的用意可能就比较单纯，就是说为了防止风化来做这样的保护，但是呢在整个技术层面上受到质疑，我想我们虚心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指教。酒精和丙酮去做清洁，那酒精和丙酮对食材来讲是比较温和的，并不会去伤害到食材，以及食材上面它本来也有一些颜料。修复团队表示，按算用酒精甲冰冻较温和的方式去除油漆，有信心恢复石材原貌。有计6个月完工。台中市文化处表示，朱泽宫虽望有300年历史，不过庙方唔捌报告这个历史建筑，嘛因为龙条是建筑的一部分，嘛未当指定做文物，无受文化法规范，无法度干涉。不过会提供专业师傅名单，互因做参考。并不能单独移动，所以它不是古物的范畴。那既然不是古物的话，它是属于我们整个庙的构造之一。那因为庙本身也不是文化资产，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尊重庙方的一些想法决定。其实文资法是个人的可以哦，个人或民间团体可以向慈济宫、向文化局提出，慈济宫是古迹或者是历史建筑。文书工作者呼吁，地方文化人士甲民众拢会当主动甲市府提报朱泽宫做文化资产，维护百年古迹。文书处强调，朱泽宫已经整修过几啊届，若收到提报申请，会送审计委员会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我大记当调时，伫美国嘛同款，美国休斯顿台湾语文学校有人专工登来台湾买一挂台语教材，更登去美国。休斯顿台湾语文学校已经成立要40冬，因为着要好伫美国生活台湾人、台美人的后代，通会当接触台湾文化、人脉母语。因开真侪丰富的课程，亲像8月之时，因着专工邀请成功大学台文系的老师和台湾罗马字协会去美国开台语的演习课。老师在头前跟囡仔人仔看起来真亲切，这是在美国的 Houston 台湾语文学校，自1985年成立到今已经40冬，为着要让在美国生活的台湾人、台美人后代，通有接触台湾文化、语言等等的环境，有开真侪多元的课程。8月二日，学校专工邀请成大台文系的老师和台湾罗马字协会去开台语罗马字的演习课。为着要有法度，顾着讲阮家的学生囡仔有法度。知影讲，伊即个字安怎写，伊要看伫个笔记看册，伊会当念会出来。佮无煞特别去学汉字，爱阮就开始争取，开始安排，看要安怎来办即个研习营，互咱个 Houston 个乡亲会当进一步了解咱台语向台语个文一个语言。校长嘛表示，英国学校的台语教材拢爱老师家己编，不过这几年台湾的台语教材愈来愈多元，多数拢有发音通听，对因来讲，学生要学台语嘛哪来哪方便，伊嘛真欢喜看到这款的改变。然后，这届是邀请去 Houston 的郑伟文教授表示，今习课除了教白话字安怎读写，卖讲着文学书。另外，因为课间那一天，伊卖甲线顶的台语教材介绍给 Houston 台湾语文学校的师生知影。就讲先学一个基本的概念。啊，过来，因为咱冇迄个教材哈，咱教材咱冇开放哈，有线顶的教材，啊冇书面教材，因为佮搭配迄个教材，等于除了佮做一挂复习。另外，郑伟文嘛表示，即届学员凡是有一挂是有兴趣要做台语老师的，伊嘛希望透过即届机会，甲海外台语师资的精进点落去，后续嘛有按算要开线顶课程，予台语的未来愈来愈大拍卖。记者卢尚如、曾俊游、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世界上届灯会是为人随玛利亚莫瑞拉20岁过身，伊是才到117岁。
玛利亚·艾莫瑞出来的人透过社群媒体 X 发文讲，这位当今世界上上长岁数的时代人，二十在咧困梦中过身，享受117岁。今是世界纪录界发文证实，玛利亚以117岁过168天，将在史上认证年纪第八悬的时代人。玛利亚1907年3月出世，在美国旧金山出世。出世时阵，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搬回西班牙。一生经历过1918年流感大流行，两遍世界大战，一个西班牙内战。2020年，伊伫咧庆祝113岁生日了，无久就感染新冠病毒，好佳哉伫房间内面居家隔离了好势。2023年1月，法国首相安德烈过身了，玛利亚就正做今时世界纪录认证，世界上长岁数的时代人，伊的人生最后20年，拢点伫咧西班牙东北部一间安养院。伫过身之前一天，白发文讲感觉身体正虚，尾仔因的厝内人就证实玛利亚已经过身。老人学研究组就表示，伫目前世界上上长岁数的时代人，将会是今年116岁，日本兵库县芦屋市的四冈父子。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译。天气报你知，和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高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外岛的温度从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企台的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